好，那个畜生还有那个鸳鸯呢？鸳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吗？他们的因果报应都跟那只鸡一样。鸳鸯哦，跟鸡一样，可是为什么会变鸳鸯？是鸳鸯好像都是不是都一对的吗？人家讲一就是因为你不够对感情不够忠诚，所以这次要成为鸳鸯，然后让你们一辈子守在一起。执着于一件事情，要懂得要放下。不包括不只是包含爱情就对了。对。对于情的执着，不要过于执着就对了。对，任何人世间任何事情，任何事情都不要太过于执着。嗯。要懂得放下。对。好。那这鸳鸯，这鸳鸯它是执着于什么？师父说不要等到堕地狱的时候，他知道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。还有吗？恳求过得还是过得，只有那个死了就是继续在痛苦的打滚。嗯，对。什么特殊的动物吗？可以去探讨的吗？蜘蛛哎，蜘蛛啊，对啊，看到蜘蛛。好，我们了解一下蜘蛛。为什么变蜘蛛？代表它是怎样？有此事吗？师父说他所造的业跟那只蛇差不多，只是那只蛇他所害的是自己人，他那只蜘蛛害的是别人，不是自家人。嗯，所以那只蜘蛛没有办法变人面来说话，直接师父转述就对了。那这只蜘蛛他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很多虫进进出出的，进出哪里？它那个虫看起来不像是像那只蛇一样是铁做的虫。那这是什么做的？它那个身上的虫是什么做的？这个虫是说，在它身上那些虫也是它在世的时候被它所害的。但是被他所害的人里面跟他一样，就是造恶的，就变成虫在他身体，有点像寄生的味道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啊，这些虫让他不舒服吗？若他一动的话，那虫就开始蠕动，就开始进进出出。进出哪里？进出他的肉体。他的肉体，对。会钻到他的内脏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所以那只蜘蛛，大部分都是静止在那边不动的。他如果动的话，那个虫就动了。对。他都不动的话，他才能不能动。是不是说那些虫跟那只蜘蛛，就是有共业啊，所以才会在一起。他在畜生道成为蜘蛛结束之后，他也是要去地狱，对不对？也是要去，对不对？济公师傅，对。然后结束之后呢，投身于什么？他会变成什么？在人世间是做畜生。他也是蜘蛛吗？鸡了，是做鸡。变鸡就对了。好，了解。所以讲起来，畜生道也是在受苦了。好，也是在受苦。好，畜生道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吗？
帮你加持、啊、他就帮我清过气，清过气啊，让他地狱畜生道他走。好，我们是要离开畜生道嘛，对不对？So